Yeah, so I have a question. 我来讲，先讲起这个回教这个聚餐啦。我过去两边拢有参加啦吼。对回教吼，因有 five pillar， 讲你若信回教吼，一定拢爱遵守这五个啦。其中一个就是 Ramadan， 就是讲一个月来吼，日头出来。啊，甲日落，即个有日的中间吼，袂使有食，也袂使啉，也袂使坐落啦吼。啊，即个聚会迄时咧纪念讲结束了吼，因有特别庆祝啦，庆祝讲因经过一个月吼，安尼，即是禁食，啊来欢喜啊。啊！伫遐会当看见讲，日头都要落的迄阵吼，因回教徒了一群，安尼跪咧吼，啊！伫遐咧祈祷，诶，回教徒一个月爱五遍的祈祷，其中一遍是爱日头落的时，啊，所以每一个当时日头落的吼，拢无像啦，所以因迄、那个。伊迄个清真寺拢会写讲吼，即马即礼拜是几点？几下午几点？迄是日落吼，啊，迄阵是咧祈祷的时啦。啊，天光透早，就爱起来祈祷。我以前吼，捌去，我退休了有去台啊，做真理大学教。客座较客座啦吼，啊！我其中遐一个研究生是迄落回教徒，对中东来。伊讲，那早起时爱五点就起来祈祷啦。我讲啊，你敢有法度人五点？伊讲拢用脑筋啦，啊，脑筋量啊，才起来祈祷啦。啊，我讲啊，你祈祷了咧？啊，祈祷了，搁去困啦。嗯，所以因是足虔诚，一日爱五遍的祈祷。啊，若做基督徒吼，无一定就爱讲几遍啦吼，拢有自由啦吼。啊，有诶讲祈祷，无一定是用嘴咧讲诶，哦。在心内祈祷嘛会使，你咧工作嘛是同时啊吼。你若会记咧上回，毋知几当前，因个伊妈来讲煞了后，咱俩搁伫即间，伊甲我讲，伊祈祷时间到，咱我是毋是当准伊伫遮创？啊，真正伊个迄个。rock 啥拢在咧，直接祈祷，啊，咱遮是人一直送出去。所以也是足真用心啦，我感觉这是足好啊。后摆吼，后年度我已经请到这个Shakir赛恩吼，迄时伊这个回教做一个 CEO， 我是要请伊来，甲咱解说讲，伊目前因遮个回教要得安怎处理这个 ISIS 的 crisis， 啊，甲遮个美国人的伊斯兰教变。在伊来解释，啊，伊毋是讲徛伫一个宗教讲，伊逐位足 open 啊，去世界去查。要注意看，阮昨暗是对迄个 cable 落来看一个。是 cable， 不是 PBS。啊，你做来去南极哦 ，National Geographic TV。啊，即马第一个 episode 了会当看，伊拢放一个就放掉，啊，即马第二个出来啊。所以，迄是一个足好个一个教育。OK， 可是
questions. 你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说你宗教，还是我说的宗教消息也可以了，都没有限制。不好意思，你这个耶稣再临，有一个牧师，还是怎么样，几年前才常在有切讲，当时耶稣要再回来。有七个时阵吼，大家拢紧张啊要死啊吼，想讲世界末日啊，得真侪人爱准备干粮啊要逃生。但是对这基督教基督徒来讲，你若正派基督徒，你虔诚敬拜上帝时，你应该是欢喜哦。啊，但是大家哪会紧张？是这是什么道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期待耶稣再临啦吼。啊，这个讲世界末日啊，耶稣再临吼，连耶稣家己嘛是相信，伊迄时代就末日就要到呢。伊讲 ，Some of you standing here will not taste death before.The kingdom of God comes with power. 讲恁只徛伫遮吼，有诶也未死，都会看到即个天国降临啊！啊，即个保罗啊，相信讲即个末日要到，耶稣要再临。伊讲，当耶稣再临诶时候，死人搁活，啊，讲为。包括伊啦，也未死的人 ，will transform our body， 因为你唔免经过死，你干那身躯改变，对这个 physical body 改变做 spiritual body， 你 spiritual body 是未过死的吼。所以伫第一世纪已经都有咧相信这个物质。啊，耶稣嘛相信讲末日要来，但是耶稣有这个都无正确啊。这 Albert Schweitzer， 伊写一本册讲《Search for Historical Jesus》，伊讲耶稣有这个末日错误啊，真正无发生啊，到啊2000年嘛，还阁发生诶。所以变作这个保守派真正相信讲耶稣对天顶安尼讲的，这是一个三顶五吊的观念啦。上顶冠是上帝啊，天使啊，这地面上是咱活的啊，下骹。死后要去遐山顶啊，啊，所以这个咱这个地面上就是宇宙的中心啊。这款观念吼，啊，所以这个第一世纪遐咧描写讲，伊若来时要坐伫云哦，对顶悬啊，对耶稣对天顶啊坐伫云哦，众目拢看到耶稣。你要安怎？大家拢会当看到耶稣，你就爱假设讲，这个地面就是扁的啦，吼！啊，迄阵还阁唔知影地球是圆的，扁的啊，啊扁的啊，所以若伫遮落来是，遮大家拢会当看到。那圆的，伊对遮落来吼，遮拢看袂到嘛吼。所以因迄阵是相信地是扁的，啊对遮落来。啊，你家想讲？那 Pittsburgh Airport 啊，那个大的这个飞机不起的时，咱伫只边啊都看袂到啊。免怎讲，耶稣对顶环啊，大家拢看会到。所以最好的解说是，该看作这是一种 metaphor。譬如啦，唔是事实啦，唔是事实，讲耶稣会安尼来啦。啊，这个 metaphor 有迄个意义啦，用这款 metaphor，
来咧表达什么话？啊，我想，迄、那个较重要的表达就是讲，迄当时因相信讲啊，人死唔是安尼就煞了吼，有一个审判，也上帝是公义的吼，啊，所以上帝会审判人，啊，所以主要是咧指安尼尔啦。阿公真正安尼落，啊，大家拢各去去咧天顶，啊，咧下面见面。你讲迄基督徒拢安尼有死的，各要各话要去天顶见面。你一个出名的人，大家得几千人都看未到迄个啊啦。啊，这阿公基督徒几千万人的，免哪看到耶稣？所以唔啦，我只讲唔通照迄个字安尼。解释啦，就是保守派，就是按照字解释啊。开放派就是讲唔通照字解释，迄是一种 metaphor， 你表达什么会较重要？啊？歹势，今仔是我第一届来参加吼，啊，迄、那个唔知有迄个机会当发言无啦？因为我是保守派，我是基督徒，然后我想讲有即个机会嘛，会当甲大家对话吼，因为咱都拢 very open minded， 啊，足感谢今仔日教授吼，啊，我上一课迄个宗教的书吼，然后我是伫咧阿克利亚的迄个必然进信会主会。我信主差不多十几年了，有我那足足浅的，我嘛无啥物迄个神学的背景吼，无去读迄个神学院啦。啊，我本来的宗教吼，我出林台湾来，我是传统信仰。然后这十几年来的读圣经吼，啊，固定去教聚会。我我所会当理解的目前为止吼，就是讲，甲教授所讲的同款，就是唯一的真理。吼，就是圣经，就是安尼，他一句一句话的理解。拄仔教授特别有提起讲，迄个就是耶稣讲，咱迄个有一挂人还未死，就会当去天顶吼，这个代志呢。我伫咧这个十几年的信仰中间，渐渐体会，就是讲，迄个三位一体，拄仔教授特别讲，阮的相信吼，三位一体的神内底就是圣父、圣子、甲圣灵。然后咧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阮正经是无法度用理性来理解。那阮所理解的，就是讲，我咧读圣经的时阵，爱靠圣灵的启示。吼，所以阮是安尼来看待圣经。啊，我家己的迄个信仰的过程的。迄个感受就是讲，咱常常有时啊会听人讲天堂在我心吼。伫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的时阵，耶稣伫来我的心内做主啊。所以伊伫我这个肉体内底有个圣灵甲我同在，然后看到这个圣灵，我迄个上帝去对我的启示安尼吼。啊，所以咱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耶稣话。常常用比如啦，吼，咱圣经内底有讲着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吼，就不能结许多果粒啦。啊，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就是讲，拄仔有讲着迄个末世，吼，就是讲咱一个经济，吼，有哪真奇妙，上帝创造万物足奇妙哦，一粒籽种个土的，会当发作一丛树啊，一蕊足水的花，吼。迄、那个 transformation， 和我会当理解的部分就是，咱迄个末世的时阵，我们的身体吼怎么复活，怎么样 transform？ 我觉得对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迄个经济的 transformation， 我可以体会可能刚一刚的时阵就是安尼的。哦，我嘛是相信迄个身体，然后吼我对迄、那个上帝。在临吼，耶稣在临的时阵，我是不是会当看到的？就敢那迄个东正教吼，因咧感觉讲上帝是无限的，我都限制讲伊要安那 reveal 吼，我都限制。所以足侪时阵，我咧读迄个圣经的最后一本迄个启示录的时阵，我是拢爱迄个，就是讲足侪奥妙，我无理解，我敢那会当暂时放下。我咧理解这个部分，所以，这是，
可能有一个人较唔知影讲保守派的这边的想法，所以我提出来，让大家知影一下，讲哦。我这个部分是安尼看见，谢谢大家。好好，这个保守派、传统派吼、我看大家拢经验过啊啦。我细汉的时嘛是拢保守派，因为我都无接触到这个新的看法的啊，所以拢嘛是安尼伫钱底安尼照安尼相信的。讲先来讲这个创这个启示录吼。这个启示录会当予接受伫圣经的内底吼，是经过几若世纪的争论呢？上起头是无爱来接受呢，因为这个圣经是对一本会当更多做圣经，做 canonization 的鉴定吼，经过真侪讨论啊，而且这个启示录吼，连这个 Luther。伊讲无需要这个啊，伊讲这个启示录所咧表达的耶稣和四福音咧讲的耶稣无共人啊，一个是足歹的啊，一个是温柔听堂，所以迄是真争论啦。啊，哥，即马讲迄个末日，往往拢是要用启示录来咧讲，啊，但是你若用迄、那个讲。对圣经吼、用理性就是你要 test 伊的迄个 context， 伊的 historical background， 因为普通圣经要写，唔是讲安尼对天降落，伊嘛是伫迄个情形啊产生的。啊，迄阵就是第一世纪的末啊，基督徒和即个罗马帝国的困局，讲到爱拜罗马王。啊，基督徒固执啊，无必要啊，所以足济基督徒受困着啊。啊，这个作者，然后有诶讲迄个耶稣诶门徒约翰，迄是圣经上讲讲无啦。诶，约翰甲彼得诶，耶稣诶门徒拢是较毋捌字诶人啦，未当去写迄字，是公元九十几年迄阵写诶。啊，目的是要写予迄当时的基督徒讲，恁要爱忍耐，这个罪恶，这罗马，这只歹动物吼，上帝要甲伊处罚，啊，所以恁要爱忍耐到底吼，上帝会甲恁拯救。主要是要对迄当时的讲呢，唔是咧对2000年后的呢。2000年后的含迄个罗马帝国迄阵无关系啊，这个讲开放的基督教吼，这毋是家己主动产生的，因为你若伫这个保守派基督教伫台湾本来就是拢甲保守派安尼团啦，啊，落得照安尼相信嘛，迄都当成疑团安尼的。啊，会当接触就是到我讲，人开始会安尼去 doubt， 去问问题啦，啊，去追求，啊，佮经过这个现代的圣经学者、神学家安尼来咧解说吼，你若无听到迄解说，你嘛唔知影。你嘛拢感觉中啊，这传统保守派安尼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会变做较开放的吼。我到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疑问啊啦，因为我大学吼是读第六系啦 ，philosophy 就是一种 thinking 啊，讲你唔通安尼，逐项啊。安尼拢接受啊！有一个新学家讲 ，unexamined belief is not worth believing。你无经过安尼家己心查来知影你这个 belief 吼，这是无解答的。啊，这个 doubt belief， 这是一种要追求真理的一个。方法啦吼，
所以我伫教会咧教圣经主日，我嘛是甲因讲吼，你要接受我讲的无？这是你家己自由啦。但是我至少要互恁知影讲，有这种解说啦。啊，恁毋捌听到啦。啊，恁听了恁也感觉 make sense 吼，会接，你会接受。有的人因为教我会当思考啊，但是无迄个解答，煞拢放弃啊，放弃基督教啊，有诶安尼啊，他拄啊，即个黄医师顶问迄个问题吼，啊，我想去讲，较早伫台湾，即个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因去传教，因是讲即个嘛吼，啊，即个嘛是安那。摩门教，对，我是讲头前这个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伊这个名称、这个教派的名称、背景，啊，甘伊的意义是伫对。哦，当然这是搁一个无相的地方啦吼。这个因的叫做末世，就是因吼有相信耶稣，搁出现伫美洲，伫美国。啊，有经伊个信徒，啊，即、这个摩门教迄阵藏咧，啊，以后鼓起来，啊，所以因读基督教的圣经了，个摩门教吼，啊，所以因咧指末世，可能是咧指因遮个门徒，毋是第一世纪的门徒，是耶稣个啊，在伫迄个是几百年前伫美洲个出现的迄阵的门徒了。嗯，以后若有机会，咱会当找迄个摩门的人来甲咱解释。迄个告诉啥物？Joseph Smith 啦。我甲苏小姐吼，我第一我甲你解释讲，阮这个 group 吼，差不多一半是基督徒，啊，差不多四分之一是。可能是佛教，像台湾的，差不多四分之一是无信。啊，阮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强调，阮伫这个中间，大概是咧分享，咱的在一寡消息啊，是 information 的思想，完全无在传教。所以阮即马已经第七年了，对开始个即马，无人讲宗教家己变啦，若要变是家己去变。阮无 force 啦，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是一个真好诶，一个 group 啦。啊，咱我捌一摆，就早长老教会一个美国人来讲，伊讲叫做 interface hospitality， 啊，伊是讲伫 interface， 你不管信啥物教，你心肝内肯淡薄仔空间。来吸收来听别人的忠告，安尼才会当增加你的忠告，这些。我很做同意，所以今仔咱来大家出席，其实就是安尼原因。感谢大家。林教授，我 curious， 你头拄仔讲，耶稣伫安尼，那迄个伊讲这个话是 authentic， 伊讲话是就要讲。Fundamental 这样保守的，因安怎看解说一个耶稣讲的？哦，因为因个保守派吼，有个另外找这个，在帖撒罗尼迦是倒位啦？遐保罗讲，因为迄当时的不，诶，这个基督徒就是咧等啊，讲开等拢无咧，等耶稣要再临啊，就等到拢等无咧。啊！连保罗嘛讲，恁迄少年了，唔免结婚啊啦，无时间啊，告诉你们。啊，伫遐吼，即马甲讲起讲吼，讲恁唔茫失望。讲耶上帝的旨意吼，是咱的一千年啊，咱的一千年是讲对上帝讲是一千年，真就一日，真就一千年。啊！讲安起啊，是安怎较晚来咧？就是要让较济人来信啊，较会啦。较济人来信，较有一定就
就会较侪人来信的嘛，嘛无一定。再等下，再去查迄落因本身这个犹太经的迄落看，耶稣当时讲迄个日子，是不是这 evangelical 咧讲的这个？哦，要讲上帝日哦，迄多诶。这个等于查核实。嘿，那讲起上帝吼，应该是对上帝本身来讲是无时间嘛，伊是超越时间，所以一日甲一千年拢无意义嘛。咱讲一日一点钟拢有意义，因为咱生存伫时间空间。啊，那上帝呐超越这个时间个空间。这时间就无意义啊！啊，有啥物东西咱袂讲上帝日，不是咱即摆来讲的日，就白白讲红灾啊！迄阵犹太人真正是希望讲末日要来，啊，罗马要甲伊消灭，因为因受罗马帝国的压迫嘛，所以是有安尼啦。我最近有读到一个吼无神论的吼，讲。引用这 Bertrand Russell， 这个是英国的伟大的哲学家啦，吼，迄是二十世纪的啦。讲这个 Bertrand Russell 捌讲安尼啦，讲假使啦有迄个末日啦，吼，啊，上帝要审判，迄个那有神的人去天堂，啊，无神的去地狱，吼，啊。上帝咧问这个 Bertrand Russell， 讲啊，你神哪无神 ？Bertrand Russell 是 agnostic， 不可知论，还是无神论吼？我看是还是属于这方面的啦。啊，伊安怎对上帝讲呢？讲 ，You do not give m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believe you。哦，反句话讲，你上帝，你若给我有足明显的这个证据吼，我就甲你相信啦。啊，你都无遐尼明显啦。啊，所以有个人会信，有个人袂信啦。亲像这个杯伫遮，敢会人讲无相信？这看会叫无足明显的啊。啊你上帝你都无明显呢？啊，我变哪相信？啊，所以因为对上帝嘛是为了 complain 啦。你若好，你若甲显现足明显的，我就甲你相信啦。所以，无信的人也有伊的理由啦，吼。咩啊？咩？先到迄个领导室，圣经讲这个真理吼，用来得着罪。对对。我讲这是到底是咧指什么款？世界上敢有讲一套讲是绝对的真理？比如每一个人拢同款，还是讲每一个人的真理有伊？无同款的所在，就照个人的领袖，个人迄个无同款的，即个教育程度，伊讲无同款的智慧，伊会当去理解，就讲伊的文化中间，咱领袖的。啊，若是安尼的时阵，到尾啊，即个传教的目的是啥物？我咧只福音派人，伊就讲我要给伊传，这就是真理啊。好，敢有可能讲去人传一套真理了，煞造成别人的灾难呢？啊，这个我颠倒，让人无自由啦。好啦，好，因为你着重调你 truth makes， 你变做你 make you free 哈，这真理是绝对的嘛。我嘿嘿，啊，我甲你传呐，啊，迄个人接受了，煞怎变做讲，你伊的真理是，伊的接受的真理是你的真理咧。我说颠倒，伊无自由，敢有这种的情形啊？我想吼，无得啊。用这个真理较无适合啦，应该 knowledge make you free 啦。人脑知识足济问题拢都迄个都拢无去啊嘛。啊，因为咱是愚戆啊，所以啊，亲像讲这个食 antibiotic 你会拍病就会好啊，这是 knowledge 啊。啊！你唔知影即个知识，想讲落爱安尼去拜拜，甚物会较好？吼、哦！所以即啊真理吼、哦，人所咧捌的真理无绝对啦，因为人是有限，啊，上帝是无限的，啊，所以伫即个有限的无法度通
通得到这个绝对的真理啦。啊，你讲保守派真注重讲传福音啦，通讲你得落来信，啊，较会当得到真理吼，较会当得救吼。我是相信讲，亲像迄、那个我讲起迄个 Episcopal Church 的即个 primate 迄个查某讲 ，God cannot put God in a small box 啦。敢咪讲上帝是普遍爱所有的人，啊，但是咧，啊，上帝干那要拯救迄个信基督教的，敢咪安尼，即个逻辑上都讲唔通啊。有的人都根本无机会通接受基督教啊！你若伫沙特阿拉伯，基督教根本都无法度通传入去啊！迄政府都无允准把你宗教入去啊！啊，出世伫遐，安尼因落固定爱去落地去哦。所以这个传教吼，啊，这个当然。基督教有后迄个好诶所在，迄个去台湾传教足侪是拢迄个传道甲做医生共医治病痛吼，这是帮助人，这是好诶代志啦。啊，若将上帝甲看作绝，迄落咱对上帝诶即个信仰看作是绝对诶吼，我看这是不应该啦，迄变作讲，有个人讲，将圣经看作神就行啊，因为讲啊，这圣经就是上帝讲的话，啊就是上顶啊，啊那安尼吼，人讲啊这圣经就变作神啊，啊将圣经看作神就是拜偶像啊，那是有限的啊，用人用文字写的，啊讲这是含上帝就行，啊有一个。这个 progressive Christianity 遐有些讲，安尼你都唔是相信三位一体啊，你四位一体去啊，圣经搁一位啊，哦，所以伫遮吼，对宗教这方面，咱应该拢落爱较谦卑啦，讲我所捌的有限啦吼，啊，别人所相信的，咱爱尊重，甚至无神论的，咱也落爱尊重。因为无人有绝对的真理啦。我最近读到一个所在，我即马想袂出来想讲啦。讲真理啊，定是真的。即个古早咱伫教会听着讲真理是绝对真理，绝对袂变。即个 concept 完全无相啦。啊嘛，真正可能就是讲，恁人所做出来家己的真理，可能就会变。So, 对嘛，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啊，讲伊讲伊当时最出世，过受人安尼起来，你会相信伊是耶稣？两个人交手，你，好，无 ，lady first 啦。无啦，你讲。OK， 我问，耶稣有犯罪无？耶稣有犯罪无？伫咱捌是讲，伊是票吼，犯罪。那是我迄日读到迄个教授个。这个若开放派吼，大家人拢无犯罪啦。大家啊，所以那耶稣嘛不真。这边边迄个犹太教古约嘛是因个圣经，亚当夏娃个故事嘛拢烧香伫遐。啊！但是这个基督教的保守派解说，这是对这个圣奥古斯丁解说讲这个亚当犯罪，啊，迄个罪变作
遗传予所有诶出世诶人，大家拢做。为着即个基督教，为着要保护讲耶稣无犯罪，就是讲对出入出世诶，所以伊无带犯罪。你若上起头就讲人出世拢是 pure， 亲像犹太人安尼咧相信，安尼。耶稣伊迄个 concept。就是讲，伊嘛受迄个 human 啊，伊讲伊是半人个半神，所以伊都 human part of blood， 即玛利亚，即就是犯罪啊，无玛利亚敢无犯罪，所以对啦。基督教的教义唔是讲耶稣是一半人一半神，唔是一半一半，拢truly God truly man， 完全是人，完全是唔是一半一半，所以这是变成 mystery 啊。mystery， 咱都无法度通接受啊！改先讲，这个是 run square， 一个圆，啊，搁一个 square， 讲 run square 东西，这都无法度通接受啊！这个赵春兄，你先讲。我想吼，我参大家拢相款，无啥物无共的所在啦。什么话？我啦，你安怎？我想我问题嘛，要问我，咱问袂了。对啦，嘛毋是我尔啦，从古早两千年来，大家嘛咧问啦。对啦，问到即阵嘛是无答案啦。但是我常常安尼读个吼，最近我嘛搁甲读个圣经读看卖，我愈读愈唔对啦。我安尼即摆对个圣经体内吼。我感觉我读迄圣经无啥物意义啦，是安怎呢？这本圣经是吼，你感觉这本圣经是当时写的，古约圣经至少就是差不多要到四千当前写的，三千当前。三千。哦，迄三千当前是古代的人，当时的人也无穿衫、无穿裤、无穿鞋，食饱就是咧相拍吼。官样安尼尔，所以你咱即阵过安尼三四千年后啊吼，读遮侪册吼，带遐圣经带咧轻看比赛，你知影？这圣经我毋是讲圣经，毋是圣经啦，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是启示予迄三千人当前、四千当前的人听话讲。但是咱四千多后，即摆人读遐侪册啊吼，啊，得用个 computer 遐啰，大家吼，则搁咧想讲迄阵啊个代志要安怎解释，迄拢无意义啦。上帝启示是启示哦，迄当时也无穿衫无穿裤，伊遐咧食饱就受怕个。你咧甲讲道理啦，伦理道德，拢毋知啦。什么叫做伦理道德嘞？古早迄个时代，到什么伦理道德？你讲上帝唔对啊，是唔对？迄当时的人就是安尼尔嘛。圣经哦，我若对头甲读哦，一开始创世纪都未通啊，过过出来去记也未通啊，过一章一章一直甲读个拢未通。你袂使用今仔日的人去咧想，咋咱这个世间哦？有迄个时甲空、时间、空间吼，无共啦吼。即个代志，时间也咧变，空间也咧变。啊，咱即阵定咧想讲，迄四千当前，你知影？啊，毕了案是四千当前的人。啊，咱即阵哦，四千当前也无空，甲咱凭一本圣经，我啊多啊，大家安尼，大家安尼一个看照比，我想的无意义。拢总无意义。迄阵上帝若有影讲启示安怎，也是咧启示予迄当时遐个人听尔，毋是予咱今仔日个人伫遐咧听个。所以一本圣经哦，我想你会使暂时搁扯边啊。我记奥古斯丁有讲一句话，就是讲咱人吼，咱个了解无多了解。所有的这些
在上帝在度，但是呢，伊是讲因为你信，啊，你会产生行为，啊，你会当看到行为的奇妙。像Mother Teresa就是，哦，信爱着做好事，迄就是奇妙。啊，意思就是讲，咱唔免读几本圣经外捌，也是讲神学家唔免一个装卡查某人，伊安尼排迄、那个排迄、那個。李兄弟啊，吼，啊，看安安尼装卡，行去到迄个 Mexico City， 迄主教堂吼，啊，大家在遐斗天道，啊，在遐困，啊，入去内底敬拜，迄就是讲 face， 哦，啊，所以咱大多数拢停在知识阶的迄个阶段啦，啊，拢无经历神啦，哦，啊，我小可分享就是讲。哦，咱拄仔写写讲心道，其实这个心吼，唔是讲真适当的，因为以后无得搁一变改革，哦，所以心就变旧啦。啊，其实咱拢是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阵吼，无唔对，迄阵教会腐败，但是同迄个时阵，天主教内底后一个真会当讲学识上悬的耶稣会啦，耶稣会就讲利玛窦这些人吼。啊！因拢办遐个法国的巴黎大学啦，即罗约啦大学，因拢办大学啦。啊！因迄个时阵就是嘛，有一个是 counter revolution， 哦，反改革。所以迄阵天主教堂内底吼也有真大改变。哦，所以即就是讲一点啊，一挂人误会讲哦，啊，恁那拜玛利亚，其实唔是啦，迄。天主教的人咧祈祷，拢讲哦，玛利亚为阮祈祷，哦，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老母，哦，所以讲拜托你啦，听阮牧师娘，哦，啊，拜托你甲牧师讲一下安尼，吼、哦，并无讲阮拜玛利亚就是上帝，啊，有人解释讲，教宗是那耶稣，唔是，伊是地上教会约两三亿天主教徒，是基督教徒的。会管理伊地上教会的领袖，啊，领袖总是伫管理者总是要有一个领袖嘛，对无？伊会较属于中央集权安伫落伫落落来，哦，啊，所以讲，伊都教讲分遐侪教派，哦，你会当自由安尼解释，但是爱会变作真乱啦，特别是只要那教会拢叫遐中老人，因为中老人他经历迄个路过吼。他知影讲，起码一个新的出来，咱都要采取什么态度，较袂方讲真紧落风甲你应去。所以讲，你咧讲老人咧创吼，伊好是经验，我当时当然你讲也真慢咧，无进步哦。这当然后好后歹啦。哦啊，是咧哦，啊拄啊有一个人误会讲教会重视形式，形式无重要。我感觉这模样，你若去经历吼，你知影讲形式会带来虔诚，又无共款。我伫长老教会真久啊，哦，我都吼长老教会嘛是讲真重视读圣经啦，哦，啊，牧师差不多占70%，啊，30%才吟诗啦，哦，啊，你若去天主教，伊几乎就是后讲到较短，好20多分。啊，其他是做圣餐，哎、啊、呀，圣餐真庄严嘞，哇、哦，三跪四拜，有人听我感觉真久。啊，但是我若看到有诶牧师吼来阮这个教会啊，安尼也无穿迄落牧师服啊，安尼改成真紧就做了吼。伊讲啊，这都是新布的，这就是预言尔，这模样讲变作耶稣的身躯，耶稣的血。所以你若去是要天主教堂吼，实咧我无偌久就懂了。你入去内底吼，然后一拍灯，一个是拍红灯吼，表示讲迄内底就是有吼新妇子，迄、那个面饼变作耶稣的身躯。哎，哥林多前书安尼讲啊，这就是我的身躯，你摕去食，用安尼纪念我。啊，咱基督教拢解释讲啊，这用咱纪念我迄句。但天主教解释讲，这就是耶稣的身躯。啊，所以伊新妇是如无结婚。伊就每早起拢伫遐念经，啊，比如讲我有人请来经过天主教堂，我就是要坐几分啊。我感觉真，看到迄个灯，我感与神同在，
哦，爱当花的迄个灵魂哦，会当安尼，较安尼静下来，特别是伫外口吼，车真侪时阵吼，有一个疏离处，有一个独处吼，甲主做伙，所以讲，吼、哦，在你外久啦，十分五分拢袂要紧，你遐拢定来开开二十四小时，你入要最贵啊，啊，这就是心力神啦，啊，这我感觉是，吼、哦。但其他的基督教会较无啦，因为我进出真侪吼，入去吼，也袂当讲埋怨讲教会教义无虔诚，因为你内底都空空，都比教室较好，但是无迄、那个无像天普无一个庙吼，迄个样式，所以入去你袂讲哦，安尼甲耶稣迄个吼，甲伊跪一下吼，啊跪咧祈祷吼。啊，规个确实比徛咧较好呢。你若毋信，嘛是牧师讲，你伫厝内吼，创一个桌啊吼，安尼放一个十字架啊，圣经啊，你伫咧跪十分，啊，这就是灵修这个独处的这个重要。哦，啊，这就是拢是真理啦吼。啊，其实我发现圣公会是真好个教会，伊无天主教遐大。吼、哦，啊，伊差不多两三百个。我若每年吼、哦、，Christmas 也是 Easter， 我若毋是去天主教，就去圣公会，因两个正近嘛。啊，你行出去领圣餐吼、哦，哇，圣公会迄，因拢用 procession， 你知无？咱后壁安尼行入去，哇，安尼行遐非常美丽，啊，佫内底佫会快啊吼，唱遐足水啦，所以这个。All Saints 在 Pasadena 哦 ，Ukraine， 啊，即个圣约伯就叫做Our Savior Episcopal Church， 足水，你若是大节日吼，你看因迄哦，啊，准备啊吼，真好，啊，算是一个真好的精力神的迄个经验啦。哦，这个我讲真久。哦，谈就讲 Book of Prayer 吼 ，Book of Prayer 其实是。带人大家祈祷哦，迄袂讲某某人讲我牧师到圣讲真久哦，别讲你袂伊讲逐句对啊，也是讲回应吼，你着讲念安尼，爱回台上着缀咧念，迄嘛上祈祷，安尼较袂乱去啦。我是知影讲，这是你的 religious experience， 也我尊重你啦。我相信每一个人 religious experience 有淡薄仔无相。啊，我是听你安尼讲，我讲个建议，你应该去东正教去看。其实也是。呀，你们的呀。呀。你感觉足无相。伫奥林匹克迄个浪滩遐。速度。呀，小瓜 ，no， 诺曼底。诺曼底。诺曼底足瓜 ，Luton 啊。真大景啊。大景外口看是普通，妈个入去内底看足无相啊。对啦，坦途啊，教尊兄咧讲圣经哦，来放做边啊啦吼，会使唔免插伊个看啊，你啦吼。我不是讲唔免插。你有这个世间哦，对有圣经甲一种古约圣经甲一种，你甲三千几堂，三千几堂全世界个人，甲讲都无结论。你若是了解讲。迄当时，这本圣经，我唔是讲圣经唔对呢，圣经是上帝讲过，迄当时遐个人听的。你对上唔对嘛？咱今仔日个人，参迄当时都完全拢无共咯。啊，你若知影安尼就好啦。时间甲讲，我即摆就是要甲你讲啊。你都要了解迄个人无共个所在，你唔通常常要去遐考古啊？你只考古较久。看嘛，无遐无多人求证啦。你讲有或者无或者上帝安怎？古早上帝甲伊讲安怎？伊拢无得去查证啦。有人讲我看教这是无遐个，无可能的，有我多人去求证。你若袂要来讲啊？所以你要安怎去倾遐个？倾遐？我另外别人讲。今仔日吼，林教授讲这三个教派吼。伊迄个 social belief， 毋是干呐说拜佛尔啦，吼其他 tradition 啊，就说 tradition， 啊，即 reason 啊，
our experience.、哦、所以人不是只要靠这个信仰，不是只要靠圣经的，咱的教育，咱的文化，咱的传统，啊，跟咱的知识，会当去敲锤。我无跟你讲，对咱这里安怎信哦？我是跟你讲古早。是啦，啊，我是你讲，咱的所属比例不是跟咱圣经。哎，我知啊。哦。你今仔日你要哪信，搁另外一回事。是啊。我并无跟你加讲，你今仔日。圣经内面吼。经纶啊，啊有啦，啊别人还跟上帝，去画巴拉克，要救所罗门国了，你上帝嘛永远人，甲伊经纶，伫圣书大英端，比这甲保罗嘛为着甲你，这平衡，为着讲圣母上的命，会使正话。伊嘛咧辩论，所以讨论、争论是常有诶代志。咱历史上未当讲拢无争论，所以毋免惊争论，毋免惊讨论，大家提出来对话，啊，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学习，这较要紧。多谢。感谢。行，这个。这主流的这个宗教，讲起咱信仰的这个来源啊，来源其中是圣经。啊，圣经有解说讲是 human witness 啦，是人的见证啦，不是上帝咧甲咱讲，照安尼讲起来，人伫无相的这个 context 的历史的中间的反应。啊，佩拉罕。摩西迄当时是部落嘅社会，啊，所以因生活伫即个部落嘅社会，因对上帝嘅反应是迄种嘅反应。咱现在是未接受迄咯，因阵嘅反应是讲，阮即个上帝吼，是咧保护阮，啊，你若毋是拜即个上帝，伊会甲你杀死啊，啊，所以迄埃及。遐个人拢会死啊！迄大囝拢会死啊！因感觉这是上帝的意思啊！所以，迄当时因的信仰的表达有受因的社会的影响。啊，咱即马伫即个民主平等的即个社会吼，读圣经都够无相啊，讲。迄当时，咱即马较比较会当接受即个先知咧讲迄个道德，讲上帝所爱，毋是你伫遐咧祭拜，上帝所爱是你行迄个公义，做迄个好，哦，这是较符合现在的这平等。你大概知影讲上帝有公义啊？嗯，我问你知影，你大概知影？对对。有诶，圣经你公义伫倒位？你讲我听。是啊。问题就是讲，即唔知嘅代志，咱都甲放一边，唔当安尼多做。公义吼，太公道嘅，来我讲一句。你讲啥？上帝是公义，你唔着记下来我听。我来，我先讲。公义伫倒位？你要先讲。迄个佛教相共嘅问题啦。你较早释迦牟尼有讲。啊，过足侪冬，足侪冬啊！啊，甲遮地主集结，啊，甲去写什么经、什么经，足侪经哦，吼！啊，所以有在讲像是迄个记忆上好，吼！阿难，阿东，阿难孙子，嘿，阿难，阿难，吼！伊个记忆上好，啊，大家讲讲的，还佫甲伊对看嘛呢？啊，去写出来嘛，所以这个嘛毋是百分之百。完全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啦。但是佛教较好呢，佛教较无咧考古，你知不知？我若看迄个什么，什么佛学迄个哦，人拢讲现代，你知无？人伊无咧考古，你知不知？所以讲起来的道理会较顺，你知无？对不对？对啦，我有一个感想吼。我讲这个佛教的迄个净土宗，
跟基督教吼，迄、那个开宗明义有一寡足相近、足相共的所在。嗯。吼、哦，这个佛教这个因是讲安怎？你若相信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吼、哦。啊！你到尾死以前，也是讲你进前，你拢念佛，吼、哦！你想讲阿弥陀佛，我要来你的西方净土，我要来西方极乐世界，安尼，到时就菩萨会来带你去。啊，基督教嘛是有讲啊，吼、哦！你信我，你会得救，你会去天堂，吼、哦！啊，但是搁续来。佛教嘛讲，你要有福德资粮；啊，基督教嘛是讲，啊，你要有 charity， 做好代志嘛。吼、哦，我是感觉讲，这个代志拢这几点，拢足相近啊，足相共。啊，当然，基督教是哦，上帝，吼、哦，这个上帝的无限的，啊，佛教就无这个嘛。林教授。哎。我迄阵吼，也是听台湾迄个什么争论，啊，迄个拄仔咧讲到迄个人要死迄个现象，哦，迄个迄摆毋知，迄阵我听着，佮感觉足合理，伊就是讲，伫台湾的人，也是讲啥，你若信啥物教，伊要死，伊甚至就讲有看到吼，光敢若拢现象，别着啥物骨头马面啥，你来抓伊啥啦。信那个教的人，伊就会去有遐 image 出来。伊信基督教就讲有耶稣有啥物，所以我感觉我这边一个我足合理的啊，因为你的头壳就是有迄、那个一个 memory 迄个 image 伫内面，所以遐人要死，伊就有遐 image。信基督教人就是讲有耶稣有天使，哎，足合理的呢。所以到底是这个就是咱的头壳啊，脑的啊。是不是安尼？嗯嗯嗯。诶，安尼有 reason。嗯，对。我甲你解释这。我甲你解释这代志。我甲你解释这代志。佛教讲一句话，佛陀讲一句话：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佮比如你信者上帝，佮比如信一个上帝，或者是宇宙的创造者。那唔知多少哈，觉得一个上帝，信着阿弥陀佛，我同款。你信的时候，你起码相信这个神，你看到伊的相片，看到伊的图，你都全部灌进去，灌进到脑袋里面。到往生的时候，他真的来带你的时候，他是现你这个是脑筋里面的像，他不是现其他的像。他一定要现你这个像，你才会相信他。如果东方的，就是说美国的那个佛教徒，他看到的像是像耶稣这样的像，或者是我们佛教在台湾的佛教徒看的是那种会发光的那种像，或者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看到像。所以说，每一个人相信一个阿弥陀佛。或相信一个基督教徒，他所现的像完全不一样。有真多这个这款现象足恶解释了。总是我一摆听迄个陈东荣医师来遮讲濒死经验，伊讲到遮，对医学上讲到遮，我就点着我的脑了，就来开窍了。伊濒死经验就是咱人一世人经验上真侪拢肯定脑。啊，你若讲可能平时经验的时阵，你的迄个 memory 对你的记忆造出来，所以吼，真恶鬼说讲一个人完全唔捌接触着基督教的人，平时经验是看着耶稣。你若讲迄你的经验是啥的是都上来，啊，这是 human， 这是 memory， 这是 experience。我是感觉讲目前咱所了解的。会科学对这方面来了解较容易啦。啊，伊这嘛无一定讲伊这是完全对的。将来人研究无定会阁找到一挂代志。啊，即嘛真侪不可思议的代志啦。
呀，美国即马就足大诶资金，或者 Templeton Foundation 吼，伊都是专门人要请 grant， 人要请讲你要答，叫 unanswered question， 你要去调查，啊，伊若感觉这有价值，伊就几百万给你研究啦。啊，唔盲讲有时咱大家互相对这方面会较了解。那个大博士，我了解，跟你讲一个代志吼。你若无相信讲有上帝在吼，你去看你家己的心。我信，你家己的心，你家己。无啦，我信上帝。不是啊，我跟你讲吼，还有一个代志。你比如讲，你暗时困吼，你若有法度练迄个练迄个禅定吼，禅定吼，你练禅定，你若有法度进到奥禅了。出禅地无法度看到，进到奥禅地你就看到你的前世。你而且是安那讲，佫变安那讲，佫变你安尼困，你坐禅坐坐吼，所有的灵魂拢家进去，暗时拢伫个暗暗的所在吼，看。你若入去，入到奥禅，你都无法度入奥禅啦，出禅无法度。三禅啦，那是更要过更高的层次，你若入去吼，看到伊嘛吼。啊，唔嘛，无所谓。你看到伊嘛吼，是树一摆，改天遐光，伊嘛你都会看到。哎，若无法度看到迄这个境界，你都无法度。迄是迄内底是啥物个？拢是你心里面的，你心里面的种子现形，迄个叫做种子现形。你内底以前的代志，拢会扫出来，安尼你就会相信。啊，你若无相信这个吼？就安那来跟你讲，你都无相信，绝对无相信。所以讲，所有的人，你若果无相信上帝，无相信佛的人，你去坐禅，你就绝对会相信。那有法度到奥禅，安尼了了，伊有法度。来，请问彭秘书姐，你即马在讲的这个二禅，对，是你家己的经验，okay, 还是看出来的 ？OK， 那无。我以前无一个坐禅，迄个当尾暗时困吼，迄个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到迄心吼，所有的妄想都停止，所有的妄想停止的时候，就会进到叫做很暗的境界里面去，就心里都看无，看无以后呢？这然后你就说哎心里不要打妄想哦，一定不要打妄想，没有这个妄想。然后你在那里一直念，但念到后来，这个念的这个念头就像那个马达一样，唰，一直转，知道吗？转得很快，但是那比马达还快的，一直转，然后啪一下出来，你就看，哦，石头。草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即摆吼，伊咧问的问题是讲，你家己有经验安尼无啦？我落即摆讲我的经验。哦，你的经验。OK， 哎，我吼，我因为我开始嘛，我唔知，这叫做注定，我不敢，所以我不敢去再继续看，我就退出来。但是呢，我常常每天晚上都是念佛，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很怕，怕是不晓得会进去会不会跑不出来这样。上过一届，上过一届，我来决定，回去。我来讲吼，走，我就爱走，我就买一些，迄个经验，看到，啪一下一个相片出来，啪一下一个相片出来。一个镜头这样一直出来，完全是你今世没有看过的东西。
没有看过的东西。那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我是进奥禅，我不晓得。一熬个两个白花，都快乐几个阿伯仔啊！我前世我的相片我都看到，前世的脸孔是怎么样我都看到，我就不看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去进那个奥禅去。然后每天每个礼拜去参加哦，那个师傅在告，就是进奥禅很不容易啊。所以说哪一种情况进奥禅，哪一个人？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就是他只是讲现在是讲奥禅的问题，这个是我的经验。以后我就不再进去，因为我相信我的那个禅定的功夫呢，啊，我不必再修了，因为呢修了以后呢，进入太深的话啊，我就一坐的话，坐好几个月都不能不出来，那就不好。所以我现在还是继续在学佛这样的阶段而已，我不敢再进去。你进去那个对不对？这么厉害啊！是不是？您这个经验是不是所谓佛教徒隆重啊？经过这个经验，再当过去的。对，他是这样。这个呢，这个不是明心见性哦，明心见性比这个更难哦，明心见性比这个更难。也许你初禅，初禅就是奥禅，你有快点感觉，你快点你的前世以后，你就有信心说绝对没有错了。这个在经上我们所看的定境和书上的所写的一定要对照哦，按了下开始我们按了下每一个定境都一定都要和那个书上写的经上写的完全要对照，你才会相信以后你会进到四禅以后呢，你会进到四功定更高了，那更不容易。细到最后呢，叫做四功地，叫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然后最后到非想非非想处。你进到非想非非想处的时候，那个思想观念全部是定在那边，那非常难，非常难。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转到这里。好，我看时间啊，你好些。你们跟，我看搞什么问题？不过呢，结束了。你那有什么 burning question？ 高文静，我说一句话就好哈。咱迄个长亭外古道边迄个歌，是弘一法师写的，但是伊还袂出家以前写的嘛。伊师姐的名字我袂记得啦。长亭，李叔同。对，吼，我捌看到一个伊的迄个传记，伊写的吼，你伫迄个禅定的一个情况下，唔仅灵魂可以出窍，你人的身躯会当穿过门出去，啊，等者搁倒转来，吼，啊，我是不教导，啊，我莫名其妙，但是我相信。那个相关的基督教是不是用方言来讲，就是迄种形象？你这个什么形象？有人讲方言，讲方言不是讲什么形象？不是讲一，你是讲什么形象？基督教？哎，是基督徒在讲方言，你完全不知道你的贡献，你的贡献人不知道。啊，这个是为恁基督教来这都。有人赞成，有人无都都赞成啦。连保罗都无一定讲 agree with that。所以这是一个，我这边拢对科学讲起来，这是心理状态，得进入去，把你带入去说得进去。你这个讲这经验，在台湾那时候，单机吼是同款的经验，这是个附身的情形。这附身的其实是低层次鬼神的问题，而且不是讲高层次。你这是不是一种蒙难处啊？就是讲，同款迄几日啊，你直直 repeat 吼，啊，你就会让你的灵魂超脱。然后东正教是讲天主教咧哪行，讲哦主耶稣上帝囝怜悯我，哦也是讲定啊念主祷文，你若念到。你念两遍无效，你试看卖，
安尼照迄伊讲用念珠吼，你念二十遍，你会超脱哦，你的这杂事拢无去哦。啊，这是一种毋是教育的讨论啦，是 training 啦。对，这是 training。到迄落啥训练啦，方法啦，啊方法听我无共款，但是这个方法操我去辅导迄个种类啦吼，阮太太就讲我安那只久听拢无。啊！我讲，迄人迄一种啊，阿弥迄个啥，啊，你拢迄个阿弥陀佛出来，迄就是种个呐，安尼 ，because 安只 repeat 吼，你也超脱，是不是安尼？呀，咱后摆可能会当找专家啦，脑神经方面的专家，可能哪个拍电去找，可能会当找。OK， 我今日到这好了吼，呀，谢谢。啊，阿哥也是传统粥吼，所以那个精彩的节目，呀，提前来讲，不搞这创意。